不论道路板、进气板都是阻尼可调，从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顺时针它就是变硬，逆时针就是变软，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调。所以这个是上部上座的部分哈、哦。那下方的部分呢，都是做筒身可调的机构，也就是它的车高调整呢，并不是靠压缩弹孔的方式来改变车高，是从脚管相对的位置来改变车高。那这个蓝色的脚管呢，往下延伸呢，它的车高就变高了。这个脚管往上缩短，它整体长度缩短之后呢，它的车高就变低哈、哦，所以它能够调整车的高低区间范围呢比较宽广。最高的话可以跟原厂一样高，最低的话差不多是轮胎的上缘跟叶子板大概切起的幅度，所以它能够调整车高的区间范围呢相当的宽广。那另外呢，离载串的部分哈、哦，就直接沿用原厂的一些固定位置，所以离载串呢就沿用原厂就可以了。它的上座部分刚刚提到过哈，上座部分的话呢 ，KT 有附一个上座，这个轴承呢比较特别，这个是日本口用的轴承，它的品质的话相当的好，就不需要再把原厂的上座拆下来沿用，所以 KT 就有附上座了。另外在过腹期待的话呢，因为一些比较小系数，1.2升跟1.0升涡轮的这个底盘的话呢，它是走的是后面推进的系统，所以它的下座的规格呢就不太一样。这个是比较细的，这个就是 Golf 1.2 还有1.0升专用的。那 1.4 的话呢，会有可能会有两个规格，所以 1.4 的车主的话呢，就需要再特别量测一下。像这两个规格，这个是 GTI 的，它的直径的话比较粗，这个是 1.2 1.0升的比较细，所以我们有两个规格全部都有做。那里面的阻尼油部分哈、哦、KT 所选用的阻尼油，不论是道路版、竞技版所选用的阻尼油呢，都是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呢，它是一整桶从意大利原装进口，并不是授权再来台湾做混装，所以它的油的品质相当的棒。那里面的油封部分呢，所使用的是日本 NOK 的油封，它的耐用度的话哦，就相当的好，所以整体 KT 的用料哈、哦、都很不错。那 KT 的台中工厂哈、哦、也有这一部试乘车呢，可以让车友们呢来做试乘。上座呢，原来是要沿用原厂的上座，所以阻尼的调整机构呢是坐在原厂上座的下方，从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那调整方式呢，一样有30段，是顺时针一样变硬，逆时针就变软哦。所以它的阻尼调整呢，就不用再把筒芯拆下来，直接从上座的下方呢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那后面的弹簧配置呢，所配置的弹簧公斤数哈、哦、是6公斤，一般的竞技版本哦，配置的弹簧公斤数是6公斤。如果要下赛道的话呢 ，KT 也有其他不同的弹簧公斤数可以让大家选用，甚至是可以转成直选弹簧做配哈巴狗也行，配 Swift 的弹簧都可以。所以这个是后方的悬吊系统机构，它的调整机构呢在上方，下方的话是弹簧，所以车高的取决呢在这个 Hello Kitty 调整机构上面。它的车高呢最高的话呢一样可以到达跟原厂一样高，大约莫是30伏的幅度，最低的话呢，大概刚好轮胎跟叶子板可以切齐哈、哦，所以这样的配置呢，就是这台车所专用的规格，200长，6公斤。那后面桶芯的部分哈、哦，因为这台的话是选择的是竞技版本，所以它的后桶芯的话呢，是用 M 型用出的桶芯，阀门跟阻尼油的设定呢，也都比较竞技版本的方式哈、哦、去做设定。那车高的调整是由 Hello Kitty 这里桶身的地方呢，主要是不是调整车高，那主要是调整弹簧的预载。后方的像这样的悬吊系统，在调整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的技巧，就是弹簧千万呢不要压缩过多。如果弹簧压缩过多，预载过多，那一定就会不好做。所以桶身的长短会取决整个设定上是不是好做的最重要的这台车上最重要的地方。